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学霸班级，就是陕西西安长安大学运输工程学院交通工程18级7班。这个班啊，一共有19人，近日全班同学有17人被保研了，2人考研成功。我们班是18级的，是交通工程的7班。我们班一共有19位同学，其中呢有17位同学在去年获得了保研资格。之后呢，我们班有另外2位同学呢，也是在积极备战考研。最后呢，这2位同学以很高分的成绩呢，也专案了。大家都比较友善，比较坦诚吧，大家兴趣都还比较广泛嘛。上课会积极的去讨论，在临近考试期间呢，大家也会去沟通各自复习的进度。我们班自己组建的一个活动，总是软件分享会，然后第二种活动呢就是交通知识比赛，然后第三个活动呢是邀请优秀的学长学姐来给我们班分享一些考研保研的经验。全部上岸的时候当然都很高兴，目前呢大家虽然上岸了，但是还是就是没有放弃学习嘛，就大家还没有停下脚步嘛。首先就是先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学习上，然后第二点就是希望大家心态放平和，希望大家就都能到自己理想的院校。一个班里学霸扎堆儿啊，大写的佩服。